职。为什么要辞职啊？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公司里的男同事都是色狼，整天盯着人家的胸看。看就看呗，又不会少什么，说明你有魅力哦。才不是呢，他们看了不说，还在背后议论人家，说人家的胸是假的，说我曾经下过整形团 APP。随便他们怎么说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我也是这样想，所以气不过跟他们争论，他们不想显示，摸摸才知道，我就给他们摸了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谁知道第一天摸过之后，第二天、第三天他还要摸，说一下子摸不出来。还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情吧，我来摸一下，我讲是真的就是真的，谁也不许讲是假的。公司里立制度规定，你的胸是真胸，怎么样？谢谢老板。好吧，那给你摸摸吧。